你这个刚从广东回来，你是没有吃过这个龙眼的？吃过一点。这估计还等个星期就熟了吧。得了，干活了。哦，这边就这么对着你还干呢。这边要等到好浓的时间。还不够熟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凤。我是小凤大哥。今天老哥也和我一起下田播种，准备种下一季的稻谷咯。